顾好待命，当中心思，你认识一名叫无亚灵魂的人，无听过，无。顾好来做动用，一剑一笔，一剑一刀，听剑一心。此人对剑的执着，以我兄弟，欲众心英雄，都可惜。王伯害其次，要为敬天终极来，为公社不为社经，现今的中原。并不适合东瀛的人来访，请先生三年后再临中原。届时中原人对东瀛人的仇恨，或许既相当。我只为救到而来，中原纷争都会是你救到先的。只要令静穆知道，我便会离开。如何静到？细瞧。蛮心急，为免惹起太多的纷争，也为免制造更多的伤亡，农夫不管圣人之位，也无奈坚持这个不情之请。农夫请交路。伊是我的病人，现在受我的照顾。要动手，该问过我吧。欲插手此事，我推要半途而废，更推要别人无视我之存在。以低调，我既出手救人，就会要救他完全。以第二点，你既无视我，我便无想让你随心帮助东瀛人，是以中原武林所有派文为定。听起来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受高级不跟是非，是非由人共识，务必难得分明，这不是东瀛浪费时间的定义。我最初的尊敬只有一点，想罪便罪。哈哈哈哈哈哈，何止是非由人共识，务必难得分明，请慢动手。人力要来插手了，先生是在下北冲福龙毕梦基，你可称我为福龙先生。福龙先生有何见解？相会焦点不同，我票子人无法高级，我有一人足以可以斟酌。请随东瀛剑圣为救道之来，西门前辈是为片面无益冲突，而当中先生只想做好朋友的安全，这三点并无冲突。以剑圣的修为，两边就接到红楼剑帖了吧。红楼剑帖，红楼当中剑火剑飞剑术通行，而红楼开启，必要请东西名家之子，是你正道的良机。若剑圣令正的剑道作为离开中原，西门前辈当中先生的目的也能达成。奴夫温柔请，这样事情就解决了，不是？原最初方式不同，哈。
应是人叶多灵，麻烦恁赶紧的将丹炉搬开啊！妹妹，你跟我要紧啊！我今天呢、啊，妹妹，妹妹、啊。小朋友，我们两人是真来找回有冤家相助，还请通报。冤家家家不在灵谷山，真歹势。我现在有要紧的事，无办法交代您，请您另工再来吧。嗯，让我看麦吧。好。伊的伤势非常严重，现在一定要找找大夫为他医治，看这病情怎会恶化。你放心去找吧，我两人是冤家的朋友。哼，伊不是人叶多林，我要赶紧回去找义父医治妹妹，妹妹就留恁照顾了。你放心去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妹妹。刘星星，你先在灵谷山等万机回来，我有私人之事要处理，必须离开。